红砖甲白砖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闽南建筑形式。伊是老百姓点火为宝的卡司，有各种各款的形态，到现在仍然散发着伊的光彩。老闽南，闽南古建系列，带你了解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出砖入石。传播海事文化，中文闽南语啊，欢迎收看老闽南。通过头妈迄种画面啊，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并未生分。明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将要伫个晋江来举行，即摆运动会 logo 设计的初衷啊，是来自咱闽南古建筑特色，出砖入石。那今仔日的老闽南就要从这道墙来出去了。踮伫晋江，出砖入石的墙有真多，唔过。换海船舶，一搭一搭有西洋文标识的出征入籍的美景观，就显得更加兴吧。晋江小提号是咱西洋的举办场所之一啦。这个小提号距离船舶剩三几十米啦。船这美景观主要是要助力咱这个西洋文，这个一条是要提前讨论这个村民感受。这个赛事的氛围啦。我发现说这道出征入籍的墙吼，面顶的砖也佫有石，计是比较有年代感的。跩石路、跩砖路，也侪是咱真早遐古厝了，遐倒落来了，跩是要利用起来。虽然是迄种个像这伫种农村个是特别多啦，但是这个都有。下昏你若无，但就做一个种个起来，无托一个慢慢讲托一个记忆，伊可能下日是渐渐会去袂记个。相信是你这古老师海，咱若要来参观看咱这个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从这点一定也是要拖出，拖咱外口人来了解咱闽南风格啦。一道跟2020年西藏文标识同款的出征入籍的墙，唔但可以让后人留住记忆，也可以将闽南文化跟西藏文完美的结合。跟中国大多数所在使用青砖路墙，闽南地区广泛的用红砖，才会结合本地生产的石头，砖石的完美搭配，让出征入籍的建筑形态成为闽南地区一道相当美的风景。今麦看的这栋建筑呢，就是明朝起的，叫做天官地啊。然后咱今麦看的这道墙，大家再详细来看卖哩。这道就是咱苏式将闽南特色的这个出砖入石，咱就用手来摸一下这个墙面。咦，这个砖啊，咱就比石头较凸出来哩啊。是啊是啊，是出砖入石，就是无平叫做出砖入石。是啊是啊，就是伊这个砖加较凸出来，石头较凹入去。咱用白啊老师傅咧加土地啊吼，咧用个起这道墙的时阵，定定会说一句话叫做一条汉字钉，意思就是说这道砖比这道石凸出来大概一条汉字钉的一个宽度。哦，这个一下粗粗看起来，咱就较乱乱的，你若详细看，咱就佫较精准啊哩呐。哈，是啊是啊，就是有这种感觉，乱中有序。虽然说是看起来无明，但是佫了水。好。这条汉字亭体现的其实是闽南建筑师傅的先见之明和因地制宜的智慧。闽南地区苦海，海荒当中含盐量大，红砖容易受到侵蚀，所以闽南人伫咧起厝时阵就会特意留出一定的距离，就算红砖受到风雨和时间的洗礼，也不至于让墙体耐落去。哥哥啊，你看得到墙壁哦，有啥较无同的所在无？有啥特别的所在无？我查看卖者哦。我感觉说这块石头和亲像跟普通的石头无啥差别呢，只不过是伫个这道墙面那个石头形状啊特别。比如说你看下面这个是一个圆形的咯，而且我看到头妈迄道墙面顶阁有一个亲像石磨面像我石头哩，为什么安尼啊？泉州府志这间府志都记载，伫明朝的万历年间，泉州地面。发生一起真大的地震，躯体倒真多，要怎办啊？有法通找到，才倒落来，才十砖十石捡起来用。哦，捡起来用，好，就拆倒一道墙。那你怎么来说？比如说，伊有圆的，是有圆的。这个圆形的，是咱的条柱啊，古厝的条柱。哦，你师傅去了，这个圆的条柱咯，无管你是啥物物件，就拆到壁来。
史记记载，明嘉靖到万历期间，踮伫闽南地区发生的地震94次，其中第一严重的震级达到8级。晋江鬼事当中有记载着，山石海水皆动，地理所致，军城游失。当时并发灾难，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面，老百姓将破碎的砖石，甚至是生产之外用的石骨，用红土石去来粘合，表面则搁用相对完整的石红砖，通过出砖入石的方式任意组合，红白相间，呈现了一种不规则的美感。发现啊，关于这个出砖入石的起源哦，好像像搁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跟这个沿海千家有关的哦。罗大明敢有一种说法呢？那老不是穿了厝底放起烧杀？但是我想说，一个也无道理嘛。因为比如说，咱现在看一道，咱这个天官地，这个是明朝的厝嘛。所以这出阵的形式，伫个明朝的时阵就已经存在了。中心起厝底就参照以前的形式啊，都未歹看嘛，然后真粗犷啊。两个时期的重建家园，和出阵立石的砌墙方式，逐渐踮伫闽南的民间普及。后来，大家阁显示出砖入石的墙体，唔但予旧材料变废为宝，还阁因为砖石交错，砖夹住石头，予石头袂震动，反而更加结实安淡。乐观向上的闽南人，还阁将出砖入石称为金包银、壁纸千尊，将美好的寓意甲建筑相结合。感觉说这道树好像跟咱头仔看到这个出砖入石的树吼有淡仔相款，不过也有阿多的无同，就是这道树为啥伊这个石头很少啊？种个是毋是也是叫出砖入石呢？是，咱一种哦也来归类做出砖入石，但是伊哦石头的使用真少，所以讲一种形式来叫做砖砖混搭。砖砖混搭。我从出砖入石开发做四种形式，一种就是咱天官地这个一道当树看去。无规则的角石，甲无规则的红砖来搭，或者叫做角石混搭。第二种，雕石竖砌。哦。雕石竖砌哦，咱怎么看后壁个？哦，前面也有嘞。哎、欸。前面也有嘞。长方形的石头砌落来，还有一种石头，伊都滚方形的石头，有规则的90度角的，叫做方石混搭。第四种，有咱在说怎嘛，叫做正正混搭。啊，伊变体可能后表建筑材料较侪，可以进行多元化的选择。踮伫五堆市传统街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出砖入石，你都可以踮伫即搭找着。即跩也着说着五堆市伫筹建初期，为了让游客见到第一闽南的出砖入石的墙体。范清正还佮伊的同事，唔呐涉过去搜集各个朝代的砖石，还佮行遍了晋江的街头巷尾。早伫阮同事话，因为伫建设的初期哦，咱对出砖入石做无真认识，所以唔敢轻易的下手。当时阮组织阮跩工作人员也做晋江各个所在去拍石去测量。我知影说，咱这个五堆市的外围吼，也是有一大片的这个用个出砖入石的墙体，这跩是复原的。所以不是复原，说是防水。防水。就是咱根据晋江各个所在去打勘，测量，咱来总结起来哦，出砖入石，咱怎么说四种形象嘛？那就四种形象在一道墙内面展现。大量的相片，大量的影图，见证了五堆市内面出砖入石的发展。在这些出砖入石的背后，也凝聚了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从明清到中世纪初期，晋江各地有出砖入石的建筑有相当多。这其中有普通民居、后官邸，有普通粗粗后政治美观的。踮伫金枝所内，就种类比较造成的出砖入石。观众朋友来看卖一下这道墙吼，面顶的石条啊，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皆是差不多的。而且呢，顶的皆是错开的，可能就是范闲跟我说的雕石卡切咯。等下有，咱来看卖。小朋友啊，
恁小姐搭有啥物啊？阮找着出征入籍咯。哦，恁也来找出征入籍诶？为啥物要来找呢？这个是阮的作业，蒋老师布置的。哦，安尼到这是找着几位了啊？阮找着四位咯。哦，有三位，有四位，也有七位诶。啊，计是啥物样的形状啊？有长的长方形诶，三妈有找着正方形诶。哦，啊，搁有找着正方形诶，无恁有通带我去看下者？好势，好势，行哦，走吧。走在金枝所来古城的路顶，不经意间就会拄到出征入籍的传统建筑形态。这个时间里面，条的古城路就蕴藏了真多无上优色的出征入籍。姐姐，你嘛是出征入籍？这两个计是出征入籍的。嗯，好像就跟我平常时看到无啥相款的，是啥人认识啊？蒋老师，蒋老师，伊伫倒了呢？我伫。好势。主持人你好，蒋老师好。大家好。这块是民国时期建的啦，一七七年哦，佮重新翻建。重新翻建，伊你看伊也继承咱一个啥物啊？像个出征入籍的一个传统风格哦。这嘛就咧这出征这入籍，不要讲你像这纯粹来用切种砖啊哦，也种含落来，所以这连安哦，加加啊用。古早时阵，做工人随手切树的原创性方法，得到了意外成功。出征入籍为经济性和坚固性广受百姓的侮辱。到了现代，出征入籍还阁是对闽南建筑产生真大影响。踮伫永靖中学新校区的建筑顶面，就斜过都看得到这种创新发展的闽南建筑群体。那咱遮小朋友哦，你平常时有经常看到咱从哦出征入籍的建筑风格无？我厝边头有一块阿大的厝。伊有两个圆圆的出生日子，也有正方形的，也对厝，但是在厝是今年事件。这可能是生长的时长咯。金钟乡你来来讲我听，咱叫做祖厝，金钟老番的都计采用个出征入籍的咯。为了要将这个咱过去的个传统，甲要个风格保留落来，百姓也有一个意识，就地取材，用心个垒墙，搁做一个野环保，唔能破坏山沙。现当今。甲所内真侪村民同款，真侪人伊搁再一摆将早期的砖石夹来，循环的利用，将传统物件的作用继续发挥了相当的到位。石头、红砖交错堆叠，拼出古老的历史，也搁展现出闽南的文化根源。一道素味长的出征入籍景观墙，一直以来啊，有阿找观众朋友跟我同款，只知影伊是一道出征入籍墙，唔过唔知影伊展示了咱闽南地区四种出征入籍的形态。那通过今日的节目啊，相信有阿找人会更加好的来了解闽南建筑瑰宝出征入籍。好了，又到了节目的互动时间了，今日的问题是：王邦的老师傅是用什么来擦亮红砖凸出来的长度呢？如果知影等的话，可以通过晋江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跟阮互动。本期的节目到这搭就结束了，咱下期节目再见。